去年，我们这个亚太管理公司是从2005年七月份成立的，然后就是从2006年1、2月份开始的，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采购队，总共现在是有14个人，包括这个质量部，我们现在有在我们亚太这里有5个人，那么差不多20个人的一个这么一个部门来做全球采购的。现在 China sourcing 的一个大概比重量有多大？现在量已经开始有一点了，但是从全球的比例来说，现在还是比较少。我们是有一个很这么乐观的一个目标，这个采购量要达到相当大，相当大，占全球业务比重，两位数，可能20%吧。我们目标要达到差不多20%。大概是多久时间实现这个目标？希望在5年内。这个比较 aggressive。Very aggressive， 因为我们从各方面考虑的，就是有些产品呢从这里采购，这个价格的优势还是有。